GYKF 210-50-A 型液压开缝器。主要结构：手柄、手控换向阀及手柄、双向液压锁、工作油缸、护套、楔块、开缝弹簧板、高压软管。操作程序：取出开缝器，用带快速接口的软管将其与油泵连接好，快速接口防尘帽对扣在一起防尘，将机动泵或手动泵手控开关阀顺时针轻轻拧紧，油泵即向开缝器提供液压油。当开缝器换向手柄处于中位位置时，开缝器不动作，逆时针旋转手柄时，楔块做伸出开启动作；顺时针转动换向手柄时，楔块做回缩动作。将开缝弹簧板前端插入要开启的缝隙中，注意应使开缝弹簧板尽可能多地插入缝隙中，并用力推住，防止开缝器被顶出。操作者转动换向手柄，另一操作者操作油泵供油，即可利用楔块的伸出实现撑顶。在撑顶过程中，换向手柄回中位时，楔块将静止不动。当缝隙扩大到其他适宜的救援工具，如扩张器、气垫、楔形垫块等可进行操作时，停止楔块的运动，用其他的救援工具撑顶住开启的缝隙，取出开缝器，将楔块回缩到开缝减模板中。作业完毕后，使楔块回缩到底后，再反向运行1到3毫米，以便下次使用。逆时针转动机动泵或手动泵开关手柄，机动泵关闭发动机，脱开快速接口，盖好接口防尘帽，除尘后用固定装置固定或装箱保存。